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一起学习的汉字是车。车，车，车是一种交通工具。交通工具 transportation。我们有自行车，自行车。例如，我会骑自行车，你会吗？公交车，公交车。例如，我们坐公交车去公园吧。出租车，出租车。例如，我叫了一辆出租车。想一想，你还知道哪些交通工具？